你等我洗衣服，顺便把我衣服洗一下啊。喂，问啊，交女朋友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啊，衣服都不会洗啊，天天还只知道玩手机，那可不行啊，还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啊？哎，这种女朋友千万不能要啊，可不能要啊！王琦，啊，你的衣服是不是在楼上？我拿下来给你洗了。没事儿，我自己洗吧。哎呀，我自己洗嘛。什么？还和你抢着拖地啊？那你这女朋友不错啊。哦，是的。还会按摩啊？哇，那你这女朋友确实不错。哎呀，你轻点儿。哎，我靠。你女朋友给你做饭去了，哎，那挺好的，找一个会做饭的女孩子挺不错的。我以后找女朋友肯定也找一个会做饭的。王琦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做。啊？哎，都行都行。行，我现在去做。哦，对呀，啊，行行行，对呀，我刚吃完饭。你女朋友睡觉说梦话呀？那不行啊，这是病啊，以后日子还长着，这种女孩不能要啊，得赶紧分手啊！王琦，你给谁打电话呢？我怎么了？没说你啊！你干脆报我身份证号算了。我没说你啊，我打电话呢。你这是在打电话，太狡猾了。哎呀，刚挂啊！李淑娟，能借我点钱吗？行啊，借多少？2000。给你转过去了。哎，怎么转这么多啊？你先拿着用吧。哦，那行，那等我找到工作就还你啊。没事。对了，你借钱干嘛？有个朋友马上过生日了，想送他个礼物。前女友啊？不是前女友啊，一个朋友。男的女的？哎呀，是那个发小铁蛋儿，之前来过我们这儿。好吧。啊，那行，那我先上去了啊。王琦啊。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生日吗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又没跟你过生日。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李淑娟，能帮我个忙吗？什么忙？我不知道送他什么礼物好，你给我推荐几个呗。你问我干嘛？你问他。那我问他显得多没有诚意啊。哎，你说我送他一个抱枕怎么样？送他抱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之前听铁蛋说过，他想要一个抱枕。你是想让他抱着抱枕就能想到你是吗？不是啊，就是听到他无意间说了。还行吧，你真不记得我生日了吗？我这个没必要骗你吧？对，是没这个必要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让我送你礼物，你直说呀！你太狡猾了吧你！你在干嘛？我喝点热水啊。我的胃有点不太舒服，怎么了？昨天不是还好好的？那就是昨天半夜我把我渴醒了，我下楼打开冰箱就只有啤酒，我就喝了一罐。一大半夜的喝冰啤酒肯定难受啊。那关键当时太渴了，也没其他喝的。你等着，我现在给你买胃药去啊。谢谢啊。啊？药给你买好了。哦，谢谢啊。下去买药了吗？我没有啊。那这个药哪来的？哦哦，这个是铁蛋刚刚点外卖给我送过来的。他怎么知道你胃不舒服的？我昨天跟他说了。咱俩住一起，你为什么先跟他说？哎呀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行，那你吃他给你买的药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买都买了还拿走啊？谢谢啊。啊？来喝点我熬的小米粥。哎呀，我不想喝。
喝了对胃好。没事，我现在已经好差不多了。喝了好得快啊。这手里没东西吧？就小米粥啊。那我看你现在怎么有点像喂武大郎喝药的样子。那你喂我喝。喂你可以，一口五十。你太狡猾了吧，你这也要钱啊？你爱喝不喝？王琦啊，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你给我打电话干嘛？你喝酒了？我千杯不倒，还要喝。怎么喝这么多？我喝，给我倒满。谁要给你喝？满上。走，你上去睡觉。我要喝水。给你倒，我要喝蜂蜜水。好，站住！你不是要喝水吗？你是谁啊？走开！好，我走。你知道吗？人生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发现自己在乎的人，正好也在乎着自己。自从我遇见了你，你听见了吗？铁蛋，铁蛋，你是张杰的铁蛋吗？我喝水，我喝蜂蜜水。好，给你倒。谢谢，来喝水。我不喝，帮我把拖鞋拿过来。好。我不喝，我要脱鞋，把我鞋脱掉。好。我要洗脚，我要泡脚。我给你倒香水。好了，要不我帮你把衣服也脱了吧？哎。我不脱。王琦，你装醉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先上去睡觉了啊。王琦，你太狡猾了。